大家好，我是沙西。昨天听我儿子说，在荒郊野外发现了一只母鸡在生蛋，还会啄它。我估计一般母鸡啄人应该不是生蛋，大家猜到是什么了吗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就在这栏，大冬天的居然跑到这里来生蛋，还是不知道，我估计是来孵小鸡了。你看一下，朋友们，我看到了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看，一粒黄色藏在那里，我们去看一下。看看，哇，你这地方选的，你在干嘛？啊？你在干嘛？过来。你是生蛋还是孵小鸡啊？啊？孵小鸡，你觉得在这个地方能孵出来吗？啊？我问你，那荒郊野外的，又是冬天这么冷，出来我看看。出来，没看到，出不出来？我去看看。嗯。我看看你是生蛋还是干嘛？啊？两个蛋。应该是生蛋吧。你男人来了，看到没，朋友们，公鸡来了，这就是爱情。我不信你还要打我，你要打我吗？啊？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只母鸡是生蛋还是是在孵小鸡呢？我估计是在孵蛋了，因为它刚才那个叫声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到。